那履历访一下，我再更新哎、欸。那其实我们昨天就是看履历访嘛。音碎。其实玩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我在玩文字手游啊，就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那些时装。安徽以前有那种怎么讲，女生换装游戏嘛，就应该蛮多人喜欢那种换装手游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记得以前很像蛮多人喜欢化妆游戏的，怎么回家？这个好慢哦，要点到什么时候啊？可我还会低着头，我不愿就这样。哎，他们刷的很慢哎！天哪，这样我要怎么找线玩啊？他们也太没有人聊天了吧？为什么一天聊天之后都没有人聊天了？